我有点尴尬。来吧，过来，热脸说谢的了啊，现在。妈，你手机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一直看你直播几个小时，手机都不烫。那好奇怪，我的手机真的，我现在发了一个那个热气什么什么热散热气在那里，知道吧？帅哥姐们，所以呢需要充电。来，来来来来，来把花一姐打在公屏上。哇，好高啊，好好看啊！来呀、啊，走了。好漂亮呀！你剪了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哦，我都迷到了，真的好好看呀！但这个灯光不咋好，知道吗，帅哥姐们？灯光一点都不清新，知道吗？真的好好看呀，太美了！我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反正好不好看？我挑的衣服还有姐姐好不好看？帅哥姐们，是不是非常的好看，非常的漂亮？漂亮的个打个漂亮的字，好不好？帅哥姐们，真的好漂亮！妹妹素的衣服，全身的套装，哇哦！把我都迷倒了，把我都迷倒了，我出汗了，我。有点紧张，然后不知道讲什么。把我真的迷到了，三个姐妹真的太好看了吧！我真的，这衣服太适合你了，姐姐。你看这个胸牌，真的、好适合你啊。你的眼光好，用心，所以就肯定要好看。真的好好看，好不好看，家人们？直接跟阿紫长得一模一样是吧？一样吗？一样吗？你去换一下吧，那你有换起来，然后我的换吗，三个姐们？让要不让妹妹也换起来吧啊、你们说行不行，家人们？你们说行就让她去换。谢谢谢谢谢谢夸奖，谢谢。好漂亮呀，真的，这个颜值真的，三个姐们太漂亮了，这个颜值好美，对，好美，三个姐们赶紧拍个照，真的太美了。我都傻了，我都一直看着，真的傻了。你赶紧去换吧，你快点去换。我要去换吗，三个姐妹？我都要不要换？家人们，你说妹妹要不要去换一下我们彝族服饰和服装？要换吧，哦，换一下，换一下。哦，真的漂亮，他们都说真的太漂亮了。谢谢谢谢。这个颜值太高了，三个姐妹。阿妈，我擦，我出汗了。有点紧张，然后我出汗了。行是吧？那好，那我去换了，来让姐姐给你们直播一下，来去吧。是吗？你给我讲一下你的经历吧，然后得。他们都说挺像的，见过了的人都说挺像的，因为，哎，我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我这个嘴巴有点背，然后第一次。面对这么多人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讲什么。然后最近来妹妹这边也是在路上出了一点状况，然后让你们也等了很久很久，我来晚了，对不起啊，家人们。哎，我怎么老是这么哈？我有点尴尬，有点紧张的感觉。他去换了，他去换了。我现在，他妹妹去换了。谢谢夸奖，谢谢夸奖，没那么漂亮。那就折电视根本不花哦。我的眼睛有点花，看了个屏。妹妹，你赶紧换上吧。我都不知道说啥了，像个哑巴一样站在这里。你的一些生活经历什么呀？然后今天我就找到他了，然后明天我们就有可能去找爸爸，然后后天就有可能去找妈妈了。我也去换吧，三个姐妹，我的箱子的，看，赶紧去换，赶紧去换，快点去换，家人们都说去换。谢谢谢谢送的礼物，谢谢谢 谢, 谢, 谢
感谢送的礼物。我感觉他光线就是老是模糊，所以就平台不求退流，是有点模糊。对啊，可能是这个灯光的灯光呀。现在有电就放那边去。不是有电，这个要插着，这个不插着的话，那个要很热。应该也可以。很热到手机老是卡掉了。哎呀，我上不了。是不是很好看？是不是很漂亮？三个睫毛，我也要去换了。好像没电，这个手机是这样子的。我的呢，没有带那个银。啊，这个地方好像没电。那就有电的，它是亮的。对。那要去刚才那个地方吗？我看见你翘着。哦，有啊，有。好，可以。哎，那我去换了啊。嗯。来吧，你在这里跟他们聊天。这个地方是不是比刚才好一点？好一点啊，这个地方不怎么模糊了。还模糊吗？帅哥姐们，这个地方。都分不清了，一模一样是吧？等一下我穿那个衣服，那有可能会一模一样。这个地方好一点哦，好像是没有刚才那么美，看不清。刚才那个地方感觉是迷迷糊糊的。是啊是啊，终于团聚了，团聚了。是的是的，挺开心的。超级开心，帅哥姐们，你们陪我姐姐聊聊天啊，因为她第一次开播，她也不知道说啥，你们都跟她聊聊天，然后我去换衣服啊，帅哥姐们，快一点啊，子，好的好的，嗯，快点吧，我不知道讲啥，把这挺多话说的，但是然后一下子面对这么多人，然后一下子在这个屏幕前的话，就不知道从何说起，也不知道说什么。反正一下子就感觉那个脑子是空白的，信号又卡了吗？他们一直说卡，可能这个房子的地段有问题，所以就卡。有弟弟有妈妈，但是就是，因为我这次回来的话有很多原因，第一是妹妹，第二是妈妈，因为我妈妈这一两年身体一直不好，加上我妹的这些事情，然后就牵挂网路不好，没有什么。我说话还能听得，还在卡吗？我觉得也是不是卡住了，一下子又这样，一下子那样，不卡是吧？不卡就好，不卡就好。挺紧张的，我现在都是在冒汗的。漂亮的不漂亮吧，也就过得去吧。我在广东那边，我在广东那边，我一直都在广东那里。然后今年我来来回回也跑的挺多了的，因为有的自己的家事原因，妈妈的身体，还有这次是妹妹，还有妈妈、爸爸。那我换了。不卡了是吧？不卡了就好。我的话都说的一遍，然后就跑到这边，跑到那边。我有点激动，有点紧张，然后不知道讲什么。姐姐结婚了吗？结了，小孩都有了。
结了，小孩都有了，但是也不是很好。自己的事情也不好，可能遗传了爸妈的吧。爸妈也就不好嘛，然后把我们从小就整成这样子，然后现在的自己的也不是很好，不是很顺。我在广东做医美之类，做的好好看，你在那里做。然后还有，反正七七八八什么都弄过。以前一开始去是上班，厂里上班也上过。然后后面自己慢慢跟朋友一起学了一些美容之类的。太漂亮了，家人们，漂漂亮，我都看呆了。阿紫妈妈不是找到了吗？是找到了，他前一段时间去看妈妈了，然后还带妈妈去看身体了，还那个不知道能不能说打针，打针都打了一个多星期，他带去的，爱子带去的，然后这次我回来，因为他之前也做过一些七七八八的手术，然后一直不是很好，可能自己的婚姻没那么好，然后呢孩子们也就这样，然后可能身体就出现了很多毛病，就这样吧。现在就是我们也团聚了，阿紫也回来了，然后一家人好好团聚一下，让他开心开心一下。很像吗？像不像？还好吧，反正见过我妹妹的还有见过我的人都说有点像。嗯，但是具体的话应该也不是很像吧，我妹妹漂亮一点，妹妹长得挺漂亮一点。坐下来，不行，因为它这个是插着的，然后好像是不能坐下来，没事没关系的，站着吧，站着好一点。你看坐这个，坐不知道坐到哪里去了。这样，对对，哦，我不会弄。对，有吗？他就换衣服了，他就换衣服了，又卡了吗？像吗？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像的，都是同一个爸同一个妈生的嘛啊。但是我没有妹妹漂亮，妹妹挺好的，挺漂亮的。他这个网络老是说不给力，要切换网络什么的。双胞胎，我老了。是他也瘦了挺多的，挺瘦的，可能想太多了，也是。是吗？笑起来更像。哇，妹妹穿上更漂亮，比我漂亮很多呀。我都没有买过这种民族服装，然后今天是我第一套民族服装，是我妹妹送给我的。以前的话就是有过一套，那时候结婚的时候，然后结婚的时候是全都是那种手工的，一针一线的缝的那种，然后呢没现在的那么时尚，没那么好看，然后那就过期了。那时候我十几岁，好像十七岁就结婚了，按我们的习俗嘛。那时候我那个人他还在读书，他是学生，我不是学生，我是放羊妹，他是学生，然后就
那时候结婚的时候车也没